一下等你，我在 T3航站楼这儿等你，你们打电话我在T3航站楼。因为他们的烧制工艺不一样啊，秦兵马俑是烧出来之后在外面涂有一层生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矿物质颜料，然后就把它埋掉了。那汉朝这个兵马俑呢，就是虽然说它的温度达不到那么高的要求，就是表面釉化不了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瓷化，它烧了之后，然后弄出来之后涂有一层颜料之后再烧一遍，然后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，然后再埋掉，所以说颜色能保存到2000年后的现在，因为它俩先后就差200-300年嘛，对吧。最后一个就是为什么它做的这么小，第一它经历过几年，当时叫长安嘛，安定西北之意，所以叫西安啊，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。即使住在这儿，很多人来拜访他，但是不是所有人全都接见的。要在启程市先行通报，同意见你了，往上走会见他；不同意了，就从那儿原路返回了。往近看一看，里面有一个汤池，这个汤池叫杨妃池，但是不是杨贵妃洗澡的啊？这地方谁呢？慈禧太后来了，温泉是出名要泡，就在这儿泡的温泉。姜元呢来了，温泉出名也要泡，也在这儿泡的温泉。还有很著名的金瓶大师梅兰芳也来了，来了就要温泉。
在我兜里了。对呀、啊。
这里就是永宁门啦。那游来游去，这边就是鼓楼啦，这上面有两颗大鼓，这边一个，然后那边有一个。什么东西啊？